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今天是我们这个甲辰年龙年第一次跟大家一起学习。好，那首先祝福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平安教学顺利福慧圆满阿弥陀佛。我们前面呢，这个提到亲人的部分，亲人是能亲人，无限好，得日进，过日少。这个德行啊，可以，日进就是每天都有进步。那我们这几天是过年不知道大家每天有没有进步尤其这个过年期间，吃的东西特别多不知道大家是提升了还是贪着了那这个要自己检查，自己勘验的。假如这个时候有老和尚的经教，那可能可以在境界当中提起感恩心，然后不增长贪心。老和尚讲经当中有提到。引了这个禅宗的公案，就是你会吗？那这一句话是会不会修行？那我们延伸一下因为传统文化《论语》当中说要举一反三呢，要闻一以知十。好，那这个举一反三呢？那这个你会吗？就是你会过年吗？好，那大家这几天过年有没有过得得日进，过日少？我们前面有提到，你看佛陀是彻底觉悟的圣者也是啊。诲人不倦的老师，讲学49年的，而且很会掌握机会点，所以我们要迎接新的一年了，那佛陀讲了一部《受心税经》，要接受新的一年来了，应该用怎么样的心态？诸位老师、同学们还没收假嘛？所以大家这个春节过完第一堂课呢，也要提一下《受薪水经》让孩子有一个很正确的心态面对新的一年那佛最重要的提醒。哎，我过去的一年有没有对不起人呢？身口意有哪些过失呢？有比较深刻的反省来年才不会再造。前世不忘，后世之师。
啊，假如过去错在哪都不知道，那错误不知道没有改啊，这个错误啊，可能会更严重。啊，这个跟治病一样，啊，没有发现这个病因，啊，那它会慢慢加重。啊，身体如此啊，哎，人的心灵呢，也是这样。啊，一日不知非，可能就一日安于自是了。啊，一日无过可改，就一日无不可进。啊，那没有进步啊，就会退步了。所以老子说：“自知者明。”哎，要有自知之明啊！啊，每一年要清楚。啊，要改进的地方在哪？啊，再进一步啊，每一天，啊，哎，每一件事，经过了要反思，啊，甚至于在每一个念头，啊，不怕念起啊，只怕觉迟，哎，这个都是自知的过程。老和尚说的，哎，这个修学呀，两件事，啊，知过改过。那自知就是知过了。哦，所以修行人警觉性要很高。啊，我们常提的观心为要，哎，要关照到啊自己的念头。哎，就好像。我们看到佛陀啊，他领着弟子们啊，迎接新的一年啊，反思过去啊，那佛是以身教啊，在带动学生呢。哦，那同样的，哎，我们也是用我们的身教。带动学生，能够知，自己过去的过，进一步啊，能够把它改正过来，哦，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修学的态度，求学问的态度。哎，我们一提到学问，哦，那可能是能背很多东西。哦，那这个认知啊，可能就不是很妥当了。哦，就像这个余力学文啊，一开始就说了，不力行但学文。哦，哎，学了很多。但是，假如没有力行的态度，那这个学多之后啊，可能有害处了。哎，长浮华，浮华是傲慢。哦，那慢心一起呢？我慢高山，法水不入了。哦，所以要有很。高的道德学问呢，首先这个学习的观念、态度啊，要很正确。啊，这个观念态度不对了，花再多的时间用功啊，就好像目标错了。啊，越用功越背道而驰。啊，所以时无意当中啊，这个时无意都是谈根本的哦，而且这个时无意的提醒就是，假如我们没有注意到这十点呢，可能我们几十年的努力啊，都是没有意义的，啊，其中
提到了啊，心高气傲，哎，长浮华就是心高气傲了。啊，博学无益啊，哦，学得很广博啊，对自己没有益处了。啊，自己没有受益啊，那要去利益别人呢，就不容易了。啊，行止不端，啊，他的行为举止不端正了，哎，读书无益了，啊，读书是要变化气质的，哎，结果他行止不端正那等于是他所学的书啊，读的书呢，他都没有。把它用出来了，这两句啊，其实都提醒了，啊，这个解行啊，一定要相应才行了。那老和尚啊，曾经啊，见很多位。啊，很有名的教授，那他们呢有请教老和尚说为什么啊？老和尚在讲到学习传统文化，不从四书五经13经下手，要搞这个小东西。啊，当时候啊，师长举了一个比喻，说呢，我这里啊摆了一个天平，啊，这一边呢放的是四书、五经、13经及四库全书，啊，另外一边呢只放一本呢《弟子规》。那师长说啊，这个天平是平的，两边重量啊相等，那这些教授听了很惊讶，这样怎么能相等呢？师长说啊，这边这一堆是博学审问圣师明辨，读那么多经书了，在。学习的次序当中啊，属于前四点。那另外这一边呢，这个《弟子规》是笃行，力行了。如果没有笃行啊，那些指示知识不起作用，就只有解，没有力行了。那还不如啊，这一部《弟子规》了，就像我们现在进入这个余力学文，经文是说不力行了，只有学文是长浮华，不止不能得力了，产生傲慢了，曾国藩先生有提到，家败。败在一个奢字，奢侈了。人败在一个逸字，放逸、懈怠、懒散了。那讨人厌，败在一个骄字。所以这个浮华、傲慢、骄慢的心起来啊，那没有人缘哦。这个害处啊，就产生了。所以这里师长讲了，如果没有笃行，没有去力行了，那些只是知识，不起作用，还不如啊这一部《弟子规》啊，《弟子规》学好了，他还懂得做人的规矩
啊，比那个有很多学问却做不到的人，还是要高一些。那这样说了，他们就明白了。哦，所以啊，这个是不是真实的学问呢？不是外向看说读了多少书啊。这个《菜根谭》有提到啊，融得性情上的偏私啊，便是一大学问呢。啊，我们性情上的这些习气。零零角角啊，能够调服掉，这才是真学问呢、啊。哦，佛法是重实质啊，不重形式啊。啊、哦，不是看外在的这些形式或者外在的这些表象。哦，就像吃素是表象，啊，有没有真正吃出慈悲心，这个是实质了。啊，念佛啊，念的很多啊，三万五万，最重要是要摄得了心呢、啊。啊，最重要能消归自性了、啊，不是这个念三万五万去跟人家比好胜的啊，要超过别人的。哦、啊，那这个实质呢？就丧失掉了。啊，我们也有遇到同修啊，《无量寿经》读了超过3万遍了，但是他自己不知不觉啊，慢心起来了，啊，眼神里都有傲慢了，他自己看不到了。啊，我们也有遇过。无量寿经啊，倒背如流的，这个都是学文哦。但是，假如没有把无量寿经变成生活处事待人接物啊，哦，那他的慢心也会不知不觉起来了，因为人家都不会背啊，他会背了。哎呦，结果会背无量寿经呢。任何人要跟他讲话，劝他，都劝不了。他觉得自己比较懂了，能力比较强了。哦，所以这一句啊，"长浮华，成何人这个确实是要警惕啊，这些都是修学啊。的一个瓶颈了。这个藕益大师啊，有提到啊，我们末法修学啊，有3个问题啊，要慎重。啊，其中一条就是求解不求证，在求学东西了，啊，只求解经了，没有去行经。没有去落实了，啊，信解行证，解之后一定要去行才能体证，那只求解不求证，啊，我们现在说的求知欲很强，哎，暂时没有去落实了。刚好有同修来拜年了他就提到了我们家5口人，谁都不服谁呀、哎，他的学历也挺高的他们家学历都不低呀、啊，谁都不服谁。哦，那我劝这个同修啊，
先不要管别人了，先管自己呀。等于是说我们不去力行了，我们学的这些经教啊，容易就要去要求他人，所以谁都不服谁了。先管自己了，你想管别人呢，也要管别人的本钱才可以呀。这个闽南话说的“爱温己”，本钱够这个本钱有够粗开才啊，本钱够才行。其实这个就是知所先后。则敬道，劝别人先具备什么条件？首先呢，对方要信任我们，那为什么能信任我们？一定要我们做的让他佩服，他才能信任我们。但是我们都是要去管别人了，这个“管”字啊就不在道中了，因为可能心念就有什么，就有要求，有控制了。那我们的心念是妄心呢？请问会调动对方的什么心？也是他的妄心了，那就。彼此都生烦恼了。我们用真心，反省自己，要求自己，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做得很好了，出现情况自己还道歉，那家里人就感动了，就不好意思了。所以，我们不能随顺控制要求的念头，不能随顺呢，很着急的个性，所以这个，老和尚啊，为什么这么强调《弟子规》？那也是他老人家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关机。感受到我们力行不足了，喜欢学很多，所以维大师讲的第二点，第一点我们刚刚提到，求解没有求证，还有是好多不好精，喜欢学很多，贪多啊，嚼不烂的。没有办法深入，没有办法精进了，学得太杂了。你看这个余力学文里面呢，都提到了，方读此物目彼，此谓中彼物起。不要小看《弟子规》这些有关学习的观念态度哦，这可能都是修学的一个 key point。一个关键点哦，虽然是这个儿童开始学的经典哦，所谓先入为主哦，你一开始就要给他很正确的喽，你看《三字经》是儿童书哦，可是第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他讲到大根大本了，讲到本善。讲到佛性了，这就是求学的目标了。那我们求学的目标是恢复自信，恢复本善了。这一开始就教了。佛一开始就说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哦。那我清楚目标了，我走的每一步哦。都要跟这个目标相应哦，所以佛门一入门三皈依，
就是皈依自性觉正净哦。啊，我的念头一言一行，啊，跟觉正净相应了，哎，我都在回归我的本性了，佛性了。啊，我自己的念头一言一行跟觉正净不相悖了，赶快要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转过来。哦，所以一开始目标啊，就给我们讲清楚了。这个不能好多，不好精，啊，还有一条是不能逐末不求本，啊，其实余力学文就彰显了不能逐末。啊，因为前面的孝悌是本，谨信爱众是本，啊，这个余力学文有余力呀、啊，再来学文，啊，不能学了一大堆的学问，结果连孝悌的根都不净了，那这个一定会长浮华的，所以求学问呢，一定要知道本在哪里。六祖大师说了：“不是本心，学法无益呀。”你看林则徐先生、六祖大师都用了"无益"这两个字，就徒劳无功了。哦，所以师长重视《弟子规》啊，他老人家也提到了。啊，很多人一生学佛多年了，连最起码的十善业都没有做到。老和尚讲这个话，我们要感受到啊，老人家把众生的法身慧命放在心上了，他看到那么多修学。啊的同修不得力，啊，他慈悲啊，要帮我们把问题找出来，啊，不让我们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机缘给错失掉老和尚很多话都很深哦，老和尚讲经呢，是用他一生。深入经藏的智慧跟人生的阅历，和盘托出讲的哦。哦，所以老人家轻轻的讲啊，我们要重重的听哦。大家同意吗？哦，当然我不能逼你们，不然我就有控制的念头。哦，哦，刚好。啊，最近跟同修啊提过几次，啊，因为都是净宗的同修啊，提哪一点呢？啊，老和尚讲经的时候说啊，1万个念佛人，啊，这原话是李炳南老师说的，3、5个人往生。那李老那个年代离我们2代人哦，那现在1万个念佛人呢，几个人往生呢？2、3个。好，那诸位仁者啊，这一段法语我们都听过哦。那我们有没有思维思维啊？这9990多个不能往生的原因在哪？这3、5个能往生的关键在哪？假如我们有去思维这个问题啊，代表我们对自己的法身慧命啊很重视哦。这样的话，听一遍就要记住。
而且要深入去思维探讨哦。这样的话不能划过去哦。就像老和尚这里说，很多人一生学佛多年，很多人，那就是大部分的人呢、啊，学了很多年呢，十善业道都没有做到哦。十善业没有做到啊。代表每天还在造业哦，身口意的，哎，往生是待业往生哦，是待就业哦，不是每天还造，甚至造得更多，那不行喽。哦，随缘消旧业，不再造新殃哦，所以为什么要重重的听老和尚的这些话啊？我们自己都要思维的，甚至于是要从他老人家的讲解当中找到原因。我相信老人家每一次讲课，讲经啊，一定都有点出来不能往生的原因。每一次讲，一定都讲到。好，你看，我们这里提到学《弟子规》，哎，不能往生，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没有扎根呢，这是不能往生的原因吗？当然不能往生，还有很多原因哦，我们都要避开哦。啊，不能往生，你有怀疑了。啊，不能往生，你有放不下了。这都是原因哦。哎，娑婆有一爱之不清，临终被此爱所牵呢。但其中，为什么老人家一直要强调扎三根？这也是依据五经当中的《观无量寿经》啊，依据佛面对韦提希夫人一心求生极乐世界，首先交代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啊，而老和尚又说了，你要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做到，你的十善业才能落实。好，所以孝养父母落实在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落实在《弟子规》，慈心不杀落实在《太上感应篇》。哎，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啊。哦，那师长说了，为什么没有做到呢？普遍的原因是没有耐性，就是心不定。哦，为学第一功夫哦，要降得浮躁之气定。第一功夫没有了，就没有第二跟第三哦。哦，而且佛门有一个比喻哦，法器就像器皿一样，器皿啊，我们过年期间呢，亲戚朋友聚会，这个很多人有泡茶待客，这个茶禅真味啊。哎，那这个茶倒在杯子里面，这杯子就是器皿了。啊，这个杯子能把茶接住了。啊，假如这个杯子是盖着的，那倒不进了。哦，你看一个杯子里面提醒修学的态度了。啊，你要先归零啊。啊，你觉得自己满了就倒不进了。啊，这杯子里面不能
掺着毒素啊，毒药了。哦，那我们这个修学的心态也不能掺杂烦恼，掺杂自私自利、名闻利养，因为这个来求学的，那这个掺毒药了。还有杯子不能漏掉啊，啊，杯子不能有洞啊，学的东西都漏掉了。哦，不能听课，听课都梦见周公了啊，哦，然后听完也都不复习了，就是全部还给老师的，啊，哦，这个都漏掉了。哦，所以要接得住法，心要定啊，浮躁之气要定啊，浮躁之气不定啊，学东西都是囫囵吞枣啊！你看"方读此，物慕彼"啊，心才定哦。今天看看这个，明天看看那个。啊，曾国藩先生说："桌上不可多书啊，不能放很多本啊，不知道看哪一本呢、啊。但心上不可无书"，代表读了之后不能漏掉。读了之后要印在心田，欲境界能提起关照来。哦，所以原因是没有耐性，就是心不定。啊，我们随老和尚的教诲，随文入观呢，我自己有没有耐性？啊，这个修道啊，不能用功2天。啊，停3天喽、哦！啊，我就不用3天捕鱼，2天晒网啊、哦、啊，因为这个成语里面有捕鱼啊，不然我们就给它换一下啊，不能3天浇水啊，2天不浇了，哦，到时候也干死了就不行了啊，那每天都要浇啊，最近。这个我住在马来西亚，最近啊没怎么下雨啊，前一阵子啊雨下得多啊，这一阵子没怎么下雨啊，我们庭院里面种的芋头啊，叶子都干了啊，一般芋头啊种在比较潮湿的地方，哎，那个一天你不浇水啊。他生命就受到威胁了，哦，所以修学要得力，有一个关键，就是不间断。看念佛要得力啊，要不怀疑，不间断，哦，不夹杂。啊，求学问也是一样，不能怀疑圣贤人。啊，用功也要不间断，你也不能。学的太杂了哦，你看这个念佛的道理、求学问的道理都是相通的。哦，所以啊，还有呢，没有长远心。哦，还有一个原因啊，是见异思迁，妄念多。啊，见异思迁可能就换书了，啊，换法门了，啊，自己没有主见，哎，自己师父领进门了，修行要靠个人，啊，也要很清楚自己的状况，啊，修行啊，不能打迷糊仗的，啊，自己能不能得力？啊，我也见过一个朋友，对禅宗啊非常喜爱，可是他呢，习气、欲望扶不住，哦，都犯了戒了。那这个就是这个法门呢，他不得力了，他要换能得力的法门了。哦，老和尚说的。佛法是让我们放下贪，
不是贪换对象，入了佛门还在贪法，贪法门，哦，不能贪法门啊，要清楚自己适合的法门，那这些都要判断，这个不能没有主见的。啊，这都是我们不能成就的因素。看这一段话，老和尚教我们什么？我们也要这么教学生哦。看到一个不好的结果，能分析出原因出在哪里？哇，一个学生，假如我们带着他一两年，他建立了这个面对事情的态度。啊，哎，结果不好了。原因出在哪？他懂得反省、检讨。哦，那这个孩子以后事业会有成就哦。哦，这些都是带着一身的做人做事态度哦，不是他考了98分、100分哦，不是这些因素决定成败哦，是这些做人做事的观念态度哦。所以，我们教孩子要思考他一生的成败啊，做孩子一生的贵人。好，那老和尚分析了这些不能成就的因素之后啊，总结了对治的方法是戒定慧。刚刚那些问题就是没有修戒定。圣教就是戒定慧三学，这是佛法的总纲领。我们念那么一小段呢，你看老和尚讲的这个字字珠玑呀。哦，所以初学呀，一定要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在给我们诠释。我们修学就是依戒定慧，根性立的，经过5年的训练了，他的心就定了，定才能开慧。我们的目标是要开智慧，不是记一大堆东西哟、哦。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哦。啊，那心定了，在境界上能做得了主宰。修行人在境界当中不能随着境界转哦。哦，我们这几天过年了，哎，吃东西有没有被境界转？啊，谈话有没有被境界转？哦，这个过年以前告诉自己不兴事语，要再政论啊，要关心关心亲戚朋友哦。哎，然后进一步啊，有佛法就有办法，关心他们，供养他们啊，法供养为最啊，让他们可以解决他们身心、家庭、事业的问题。哎，结果我们定力不够，聊着聊着也跟人家聊吃喝玩乐，聊得挺高兴的了。哦，啊，这是一种情况了。哦，还有一种呢，想要为众开法藏想要供养人家这个无量寿经的教诲啊，还是三根的教诲结果呢，好像插不进去话题，哦，好像感觉格格不入算了，没有善根，我走了，好像，哎，这个都属于会过年哈、哦，哎，会过年的人就在过年当中珍惜亲戚朋友相聚，这是非常好的传统。有相聚啊，才有情谊呀、这个社会最大的病因在哪？重利轻义呀、而我们的传统
这个过年啊，就是这种血缘关系的亲情要珍惜，这个就是重情义了。哦，不要，大家一听哦，亲戚朋友要来过年了，不要搞情子啊。哇，那就我们这个学佛的，学了就让亲戚朋友觉得，哎呦，那个人很无情啊，哎，啊，我还听说这个学了佛了，孩子结婚了不去参加婚礼，不要增长情子。哦，我觉得这个解的呢，有点让世间人没法理解了。啊，你去好好祝福他，啊，你好好的提醒他，啊，哎，以后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啊，啊，好好组织一个佛化家庭啊，行菩萨道，不是很好吗？这也是敦伦敬分呐，提醒自己的孩子在人生非常重要的这个时间点。建立正确的态度啊！哎，古代的婚礼啊，那新郎要出门前都是他的父亲送他的，给他敬酒啊。你责，今天开始你责任要承担起来了。哎，这个都是抓住机会教育点。哦，好的传统啊，要保持下去啊。哦，所以我看到，我们这个马六甲同修来拜年，都是三代同堂，还有四代同堂。哦，我看了都很感动啊。哦，这个老人家离开了，兄弟姐妹还是在一起过年，这个难得啊。啊，我在台湾看到不少啊，啊，老人一走了。哇，这个过年了，兄弟姐妹就没有聚在一起我们的下一代呀，常常都是在30个、40个大家族里面的氛围成长啊，他人际关系没有问题啊，他常常在锻炼的，哦，你看这个一聚会啊。啊，像我们这个一聚会啊，拿出一盒巧克力啊，差不多有20颗，好，结果最小的这个小弟弟，他就拿着这个巧克力啊，先给年长的啊，这样拿下来，我觉得呢，在这个过程他非常训练定力，是吧？他要定得住，啊，我问那个小朋友啊，你是不是，都是别人先吃，然后啊，你最后才吃，我看他没有点头我接着说，你大部分都是让长辈先吃，他说对对对对，这你看这个言语不能出现尴尬啊，要让人家有台阶下啊。啊，我说你只有一两次啊，实在忍不住了才先吃。他说对的。哦，所以你看，何处是道场啊？这个巧克力就是道场，处处是道场，哪一处不是练心之场啊？练心场就是道场啊。哦，所以吃巧克力啊，要吃出什么？巧入无声，克力精进啊！那吃巧克力就没有增长贪心了。你看这个吃的过程，先人后己，这个也是放下自私自利啊！你会教的，让这些经教啊，落实在这些处世待人的生活里面，这是活的了。那这个家人聚会了，我也跟同仁呢总结总结啊，我问他们
这几天过年了，法会办得如何啊？哎，那就有总结到了，啊，我们要去跟长辈交流啊，我们要以晚辈的态度，啊，你不能以好像跟他讲课的一种态度啊，一般长辈不是很舒服，啊，你要用什么呢？哎，向跟他们汇报。啊，我最近的情况跟他们汇报，请长辈们指教。啊，你讲着，哎，啊，我自己在工作当中啊，有哪些学习，有哪些反省啊？啊，我刚好也有参加呢，教小朋友啊，哎，小朋友哪些成长啊？哎，现在我观察小朋友哪些问题啊？你这么跟长辈汇报啊，他一定马上跟他孩子的教育。跟他孙子的教育怎么样？很自然的结合起来了。你一聊就把他需要的东西调出来了，他进一步就会跟你讨论了。现在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大家一年这么难得聚过来了，哎，啊，要掌握机缘了，啊，机不可失啊。时不再来，哦，而且呢，我们跟亲人交流啊，哎，有一个功夫很重要，叫倾听的功夫。现在人呢，生活工作压力不轻松啊，哦，所以可能有很多负能量压在心里面的。哎，有人愿意倾听他说话，哎，这对他来讲是负面能量的释放。哎，不能说哦，已经学佛了，心里面就没有负能量啊。啊，有时候啊，学了佛之后，负能量有增无减。因为他可能会有新的压力，比方说啊。不容易放松啊，容易自责的人，学了佛之后啊，压力更大。他忘了去调节自己性格太过的部分。哎，责任心太重的人，一学佛了，可能这个责任心就更压得更重了，他就更不能放松了。哦，所以修行是中道，不能太过。也不能不急。那我们跟一些同修，哎，真诚倾听他讲啊，而且很微妙的现象是什么呢？啊，他把这些负能量抒发出来了，啊，甚至是把他多年前恩恩怨怨的，啊，他忍不住啊，吐口水，吐水了。哎，吐完之后很可爱啊！他说：“哎呀，我自己呀，还是修养不够。”他自己讲的。哦，这个忍辱功夫还是不够啊。当然了，我们听到长辈这么说啊，我们也要会接话啊。啊，能不能接受？对呀，你都没有照老和尚说的做啊，他一下又堵住了。我们应该怎么接？讲出来好，讲出来好，哦，憋在里面了，对身心有伤害哦。讲的时候还，抚慰一下长辈的这个他的后背这个肢体语言，亲人之间沟通啊，不止言语，还配合肢体语言，是吗？哦，当然这个肢体语言不是刻意的哦。很自然，真心的时候啊，会自然流露。哦，或者在倾听的过程呢、这个老人家吐出苦水来了，啊、哦，那当儿女的人，笑笑，撒撒娇，爸，你看，想这些东西哦，其实也挺苦闷的哦。哎，我们想想西方极乐世界，一阵庄严啊！
哇，你看，想想阿弥陀佛，都等着我们，赶快来，赶快来，是吧？啊，观音菩萨、大势菩萨，现在在这个世间摄受我们，哦，哎，想着就高兴了。哎呀，往生之后就有六神通了，就做阿惟越智菩萨了。哇，我们还是想这些好吧，好吧，是吗？哎，你就在这个交流的过程，顺势而为呀。哦，而且这个倾听很重要，是呢。你在听的过程呢，比较能了解他的心理状况，他的问题点。我们有时候要帮别人都很着急，急着要讲讲什么讲什么。啊，有一句成语叫“有的放矢”啊，啊，的是目标啊，矢是箭呢。啊，你清楚情况了，清楚他心里的状况问题，你再对他讲的话，就气他的急呀。这个都要透过倾听才能办得到哦，那老和尚这里讲了，哦，为什么？你看佛门呢，这个出家当沙弥了，啊，那个师父都，啊，比方说学天台的，读《法华经》，要背起来，哇，那一本书光念就要五六个小时，念熟要五六个小时，你说那要背多久？那可能前几年都在背书了，没时间打妄想，哎，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他的心都是定在这一部经，而且你经典熟悉了之后很妙哦，哎，你突然遇到一个境界了，跟他相应的经句啊，浮出来了，啊，比方说你开始着急了，突然想到做事仓促，败毁在后，为之不第。王起功夫，哦，比方我们有点要找借口了，这个一不杀生，二不偷盗，哦，这，好，六不妄语，七不两舌，不能妄语，言行中性，表里相应，讲的要跟心一样，不能讲谎。不能找借口，哎，跟相应的句子啊冒出来了，这是自信起作用。你是长期心是定的嘞，很妙哦，它会浮起来哦。哦，要跟人家聊天，突然不兴事语，要再争论，哎，这一句经文起来了，本来八卦要出去了，马上就吞回去了。好，所以在境界上啊，能做得了主宰，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真妄，这个都是戒的部分哦。这时候可以广学多闻，哦，所以一定是有定了，有清净心了，能分别是非善恶。才是可适合广学多闻，不然你一下学很多啊，你不能贯通，你不能分辨，你会学乱掉了。啊，没有这个能力之前呢，不许可，只能跟一个老师，跟一个老师受一个老师的指导，这就是戒。一个老师一条路，两个老师两条路，三个老师三岔路，四个老师十字街头。老师只教你一次学一门功课，这就是修定，因为你专注，专注才能得定哦。
我们强调的博学于文，那个博是怎么博的？也是在专的前提，学完一步，再学一步。哦，那老和尚在台中莲社，这个15个月学了13部经，他都是一步学通了。哎，老师同意了，再学下一步。好，这个是修定，心定在这一门上，定的时间久了，自然开智慧。好，所以说读书千遍，其义自现。1000遍念下去，心就定了。智慧是从清净心生的。老和尚回答这个问题呀，是因为呢，有同修觉得他希望从大学《论语》开始学。他问这个问题很有水平哦。他说《金刚经》云：“一切法皆是佛法。”对呀，那是不是那我就从大学中庸开始学那是老和尚说了，大学中庸四书都是讲做人的基本道理，但是重点是在你读四书能不能依教奉行啊？经典里句句要去落实。就是我们常讲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所以哦，这个深入不是只有读、听经哦，要什么？要落实。因为没有放下，那就只有解了，解行不相应。所以落实就行，又帮助解，解得更深，解又帮助行，而且呀。那个行就是放下的功夫。我们一放下了，所谓烦恼轻，智慧长，它就会透出来所以这样学习，有去落实了，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才会有悟处，法喜充满。老和尚进一步说了，大学。大学是2纲8目，这个明明德是自觉，清明是觉他，止于至善是觉行圆满。这是大学之道，就跟佛家讲菩萨道一样菩萨道自觉明明德，觉他清明，都是一样的。英雄所见的大略相同，问题是从哪里下手？知止而后有定，从知止开始了。知止是定，从放下下手，就是格物致知。这个止就是不能做啊，就格物的功夫了。物欲，这个贪财贪色就不行啊，要止住了，要革除了。所以物是欲望，物欲；革是格斗，跟自己的烦恼习气格斗，要把烦恼习气放下，就能自知。所以佛门的四弘誓愿呢，烦恼无尽誓愿断是格物，法门无量誓愿学就是自知。汝跟佛讲的是一样，但我们读这些书还是无从下手。大学这些理论我们知道了，
两纲八目了，要从格物下手。老和尚的观察，我们哪怕懂这些道理了，我们还是无法无从下手。原因是我们的基础教育《弟子规》啊，没有学好。这是，师长说，这是他多年来发现的病根。所以要求同学们呢补习《弟子规》啊，我们没有学好啊，就要补习了。我们看老和尚用心良苦啊，哎，这个是病根了，因为《弟子规》啊，其实最核心的就是孝，入则孝。那我们学佛虽然很多年了，哎，我们会不会跟父母闹情绪呀？你看，我们回来过年了，哪怕我们已经是30多、40多了，哎，这几天跟父母相处了，有没有情绪上来？那代表这个格物的功夫还不足哦。所以《太上感应篇》，你看这个都是扎根的哦。里面提到，啊，一位罗先生说了，孝子之事亲啊，不可以使无心有冷淡心。父母觉得我们冷淡他这一段有没有跟大家在这个一条龙课程交流过？没有是吧？不可以使无亲有烦恼心，不让父母因为我们生烦恼了。不可以使无亲呢有惊怖心，啊，我们做了哪件事啊？也没有事先跟他商量，一讲啊，爸爸妈妈当天晚上睡不着觉了，惊怖心了。不可以使无亲有愁闷心，因为我们的事忧愁了，担忧了，啊，心里闷闷的了，郁闷了。哎呀，我那孩子那个习气也不改呀，他会吃大亏呀。你看妈妈、爸爸想这个，他会很担忧。啊，不可以使无亲有难言心，就想提醒提醒我们呢，又怕我们不高兴，又把话吞回去了。这是让父母有难言心了。啊，不可以使无亲有愧恨心，让父母产生呢，觉得对不起我们，哎，很恨自己。我们人生过程呢，说实在的，自己的命门都是前世所修啊，所造啊。啊，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可是我们有可能，啊，比方说父母给我们一些建议，啊，后来我们发展的不好，你看，爸都是你了，妈都是你了，害得我这样了。父母为我们好啊，可是我们有我们的命啊，我们的业力啊。但是这样的话，一跟父母一讲啊，好像一支箭射到他们的心里面去，他们就会有愧恨心了。其实啊，会让父母产生这些心境啊，都是我们没有替他们着想。那就是我们说话的时候，跟他们相处的时候，还是把自己摆前面的。那这个就是我执了，格物最重要的就是格，自私自利啊。
革掉我执啊。好，所以孝养父母啊，这是大根大本啊。修行人呢、啊，不能侥幸啊。啊，君子居义以事命啊。啊，我们顺着我们当前的伦常本分。来好好的依教奉行，哎，我们在自己的五伦本分当中用真心了，我们提升了，哎，佛菩萨会有更重要的任务啊，让我们来承担，那个命是天命，事是等待。我们一开始就跟大家探讨到啊，老和尚说，你会吗？这个会修行，啊，我们现在呢有点逃避境界，啊，比方说不愿意面对家人修行，不愿意在家庭里面修行，啊，就希望在道场里面修行，就希望啊自己站在弘法的讲台上啊，或者是护法的主管位置上修行。其实，这个都不符合印祖教导、老和尚的教导了，啊，也不符合大学的教导啊。齐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知。自己的小孩都教不好，就要想要去教别人的小孩，而且说实在的，自己小孩没教好，你都不去管。然后去台上讲课给别人听了，啊，用我们闽南话说的哦，心肝有够雄的啦，这个心够狠心的吧？你的孩子，你那个教育他的时机点错过了，那个时机就不会再回来了。你忍心你的孩子错过最重要的？教育的黄金时机嘛，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哦。当其可之谓始哦。哦，所以亲亲而仁敏嘛，一定是先亲爱父母跟我们的亲人。好，那我们来举。我们历史当中大家都熟悉的大舜，请教大家，他的德行是怎么练成？他老人家是在面对他的父亲跟后母这种境界，把他的真心练出来的。其实会修行的人，可以在你。所面对的一个亲戚朋友的境缘，把自己的真心给练出来。哎，练不是要练很多才练得成，哎，练是真心对待了，最后练成了。啊，有些人听到老和尚说用真心，哎，他随时以五心来关照。我的心念有没有离开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他可能两三年了，哎，他时时能提起真心了，啊，不这么练，那有可能学佛30年了，那还是真心妄心啊，夹杂在一起了，甚至是妄心啊。比较多了，哦，我们往往会挑境界，啊，明明现在的境缘就是家庭的这个状况，就是工作职场上的这个因缘，我们就散。其实那个挑境界本身呢，就是分别执着了，境缘无好丑啊。好丑起于自己的心呢、
啊，所以我们刚刚举了，不是本心，学法无益，怎么学没有帮助，没有益处，因为没有认识啊，修学的根本是什么？目标是什么？目标是恢复本心。那任何一个境界要恢复本心啊，怎么恢复呢？放下分别执着啊！结果我们现在在挑境界了，那就在增加分别执着了。那怎么可能？这个本心自信会透出智慧来顺往看。面对这样的家庭变故，后人说啊，他这样的家庭关系呀，已经是伦常关系坏到极点了。可是他就练出智孝出来所以孔子说：“顺其大孝也与啊，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代表他在这个孝的因缘里面练出德，然后福报又现前，而且还福荫后代，这个宗庙享之，子孙保之。哦，所以会修的哦，在当前的境界练真心诸位。教育界的同道啊，大家有没有曾经在一个学生身上啊，练一两年啊，练出真心来？哦，我教书的过程呢，也常常在练，我也遇过四大天王练自己的耐性，练自己能不能念为他们着想。所以老和尚这句"你会吗？会不会过年？会不会练真心？会不会在一个境缘？会不会在一个学生身上练出真心来？"我曾经听一个老师讲，他这个练呢也是很可贵啊。他说他对一个学生呢失去耐性了。那个放弃的念头啊起来了，当然不是去攀援了，是眼前有这个缘，结果呢，他突然起了另外一个念，说假如他是我儿子，我会怎么做？他那个放弃的念头啊，就放下了，又提起教育的爱了。其实这一句啊，假如他是我的儿子，那就是平等心了，不是分别心了。平等心是真心了。无量寿经说：“芸诸众生，视若自己啊。”娑婆菩萨视众生呢，就像自己的独生子女一样的爱护啊。所以这个病根呢，往往是我们孝亲尊师的根基不牢。这样子，你学四书五经呢，还是没有根呢？没有根，你看起来很好看呢，树长得很大，你最后根烂掉，还是会倒啊，还是会被风吹下来了，那个风是什么风啊？八风啊，财色名食睡的风啊，很可能就抵不过了，所以老和尚为什么强调要办一条龙？
就是强调扎根的，从胎教啊，从小啊，哦，那我们是要补习呀，啊，把根扎牢，哦，所以一定要在一两年当中啊，把它完成。哦，若真能落实到行动，往后无论学儒学佛啊，没有不成就的。哎，大家注意老和尚的用词哦，没有不成就的哦，有没有含糊的地方？哎，那老和尚是修行人哦，他讲的这么坚定哦，但是他有十足的把握哦。哦，所以这个要花一两年功夫啊，最重要是把它完成，落实到行动上。好，哦，那承德自己啊，哦，修学呢还是很不得力哦，啊，但是有一点幸运，啊，什么幸运呢？啊，因为刚好接到的任务啊，是去推广《弟子规》啊，所以呢，很多年了，就是专门讲《弟子规》哦，那都讲给别人听哦，啊，你自己不去做，不好意思啊。哦，啊，但更感恩的一点是什么呢？在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啊，就想到自己的爸爸。想到自己的妈妈，想到爷爷奶奶，啊，我就想到爷爷曾经跟我说，那个某某人呢，你现在不能跟他交朋友。我那时候也不懂啊，哎，后来大一点了，哦，那是我们当地的流氓啊，啊，斗闹场、绝悟净啊，他们常常打架了。哎，老人家不识字哦，可是这些道理啊，他从整个家庭、父母那边都有传承下来。哎，想到爸爸妈妈怎么做路择孝呢？哦，哎，那这一份感动啊，更深了。哦，所以老和尚说，《弟子规》是父母做给小孩子看的。哦，所以父母落实的好啊，我们自己无形当中啊，有熏习到一点了。哦，然后在这个分享的过程呢，哎，越感恩自己的父母，这个感恩父母啊，这个菩提心就能慢慢增加，念父母恩。哦，那因为都是以这一部书为分享的重点，啊，这奇妙的事情发生就是呢，听什么人讲话呢，都觉得他在讲《弟子规》，不，他讲错的也是《弟子规》，为什么？反面教材。哦，哎，你遇到什么事？哎，是《弟子规》。啊，接触到什么事物都是《弟子规》了，哦，这个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所以你每天接触的东西呀、啊，都在帮助自己更深、更广的理解《弟子规》，进而去落实《弟子规》。哦，所以这个专的好处啊，在这里了。好、哦，那后来呢？啊、哦，因为可能也有。这个7、8年的时间了，哦，后来老和尚啊就强调要学文言文，啊、哦，那大家看得出来呢，我是比较容易激动的哦，哦，所以我适合打前锋啊，啊、哦，但是一个修行人呢，不能一直都是激动的啊、哦，啊，也要懂得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这个也要锻炼这样的能力哦。啊，可以打前锋，也可以打后卫啊。哎，哦，所以不能这个那些年还很激动啊，所以老和尚说，文言文是开启5000年宝藏的钥匙。啊，我一听激动了，师傅，我来学习啊。哎哦，就开始跟大众啊分享这个一些古文观止里面的文章啊。当时候呢，我们是依照啊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这个顺序来分享古文啊。比方说孝，陈情表，礼密陈情表。哎，悌啊，韩愈记十二郎文。啊，忠诸葛亮《出师表》哎，这一些，哎，他分享的时候没有觉得太困难，这个都是因为前面几年专攻《弟子规》，其实《弟子规》就是讲什么五伦八德，所有的古文讲什么五伦八德。哦，后来老和尚又说“群书治要”很重要啊。老和尚是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挑了360句啊，结果我又激动了啊，跟大众学习了在讲的过程也没有觉得太困难，这个也都是啊，因为。有曾经几年了，深入一部经，一部《弟子规》。哦，哎，之后学儒啊，学佛啊，就比较有一些益处了。好，哦，那这个。啊，我们啊跟大家提到啊，藕益大师提醒学习的3个问题点。啊，我们随着自己修学啊，就会深刻感觉这些祖师们。古圣先贤们，他们都是大慈大悲，他们的法语真的都是和盘托出。哎，我们中华儿女啊，真的是很有福报啊，我们好好珍惜哦。哎，你看四大名山都在神州大地那其他的国度啊，没有这样的福报啊。啊，你看，大家去五台山啊，大家去过五台山吗？啊，有趣了，知不知道文殊菩萨是哪一位啊？哦，文殊菩萨有发愿呢，任何人朝五台，他老人家必定亲自迎接。好，重点是你要认出他来。哦，那这样。收获就不一样啊！虚云老和尚最后有认出来那个文集那个乞丐啊，就是文殊菩萨啊，救了他2次。好，那我们这个珍惜福报我们最敬的善知识就是老和尚。我们在过年的时候不能忘了他不然会退转我们在工作当中不能忘了他要用他的教诲来思维、来说话、来做事。那我们的工作啊，就是菩萨道，就是积功累德啊！这个年轻人确实是无限好啊！那老和尚具体教得很细
大家记不记得现代工作实则？老和尚指导我们啊，在工作当中，好，我们去年没有落实，它已经过去了啊，现在龙年来了啊，龙表变化，我们要大变活人啊，我跟那个同修啊，他说我们家五个人谁都不服谁啊，我说你呀，先别管别人。管你自己，哦，你好好依教奉行，提升起来，哦，让你家里人觉得，啊，我妈变了，我太太变了，怎么变那么快？因为她呢，都要找机会啊，让她先生跟她的孩子来见我啊，我说你别拉他们了啊，你一改变了，他们自己跑来见我啊。这样我们要配合啊，这样才能护念你的家人学佛。哦，这一点很重要哦，因缘呢要清楚哦。啊，我们不能那个念头就是老和尚都交给你了啊，法师都交给你了。哦，我这几年呢，常常听到。同修说：“法师，你责任重大哦，我一听啊，哇，他把责任全推掉了。哎，大家要知道啊，众生得度啊，是因为有缘呐、佛也度不了无缘之人哎。陈东老母啊，跟佛陀是邻居呀、离不远了。这些弟子就觉得佛啊，那个人家年纪大了，你怎么不度度他啊？佛说我跟他无缘，大家不相信了，那佛只好做给弟子看喽，从东边来，他就往西边跑，都跟佛往反方向，最后佛呢现神通包围他的周围，他蹲下来哭，就是不看佛陀。这个弟子他说：“哦，原来是这样。”后来啊，佛就派了罗侯罗尊者去度他。哦，那个老太太一看到罗侯罗，很高兴啊，很喜欢听他讲缘分。啊，这佛那个时代啊，3000年前的公案，我们再举3000年后的公案。这个公案大家都听过哦。只是我们没有把这个公案拉到我们自身哦。哪个公案？香港河东爵士的夫人，何士礼将军的妈妈。他们全家都是基督教，只有老太太念阿弥陀佛。最后老太太跟子孙讲了：“我们母子一场，亲人一场啊。”我们以前宗教自由不干预但是我明天要走了，你们可不可以来送我一程呢？一起念阿弥陀佛送我，那合情合理的要求啊，大家欢喜，通通来了，送最后一程呢，结果不到一刻钟，不到15分钟啊。无疾而终啊，跟着阿弥陀佛走了，结果啊，全家都感念阿弥陀佛，而且还有记者报道啊，利益的人不止他们家里的人，那请问诸位仁者，这个故事是不是告诉我们，好多亲戚朋友的缘在谁的身上啊？在我的身上哦，要我表演哦，不是把希望都推给别人哦，别人责任重大哦。那诸位仁者，我们这个故事听完了，
大家有没有发愿开个往生大会啊？这个故事听完，没有发愿做往生大，开往生大会，那这个故事还是故事呢？我还是我喽？这个53餐没有参透喽？53餐，这个老太太就是我们53餐其中一餐喽。所以啊，善学啊，善听哦，善体会哦，不是学知识哦。好，这个跟学《弟子规》有关。听了这个故事，会开往生大会，是因为《弟子规》教我们：见人善，即思齐呀，众去远，以见机然。好，这个。最后跟大家致歉一下因为刚好下礼拜承德这个回台湾呢有事情要办会请这个几位老师这些老师也跟大家都有分享过课程当然分享的内容呢是五种仪规，你看娇女仪规呀。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呢。好，那印祖都讲过这句话了，请问我们有没有翻过娇女仪规？我们的孩子有女孩呢，我们的学生有女孩呢。你说我不是教书的，那你没有遇到女孩啊？哎呦，不能一下子通通推开了哦。哎，这个阿弥陀佛是一切皆成佛，一个众生都没有落，所有众生都是他心上的众生。我们学《无量寿经》，就是学阿弥陀佛的存心哦。那包含老和尚印了，好像是1万册的这个《道德丛书》学习伦理道德，耻于作恶。学习因果教育，不敢作恶。所以这个龙莲呢，首先教因果教育，他有敬畏心了，他就会改变了，不愿意作恶了。那像这个这赵老师他在五种仪规上一直在下功夫。那个一心老师他是南京居美星。教学的负责，他们办教师营办了17年，从07年他们的负责人叶总刚好去庐江回来之后把自己的这个工厂拿一半出来办传统文化，所以他们积累了很多。跟教育界的宝贵经验，而且是长期辅导第一线的老师那些老师也很用功一段时间呀，1、2个礼拜写实际心得，大家互相切磋，我的生意比较不好，这个没有收到什么，这个。feedback 的，没有收到我们第一线的同道们很宝贵的这些经验，所以我也要向他们学习他甚至于老师怎么从忧郁的状况现在转变过来能够很欢喜的来从事教学。这些过程都不简单，都很可贵的，再跟大家做分享，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